创作歌手阿斌、方炯斌成功打败戴佩妮、梁静茹、何光良等歌手，当选第十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之大马杰出歌手。10月4号，阿斌特别出席记者会领取讲座。唱片公司打电话给我，他就说，10月初要回去，家乡一趟，因为你获得那个就是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大马杰出歌手的。那我还在想说，他是在跟我开玩笑的，然后后来就知道是真的，然后就。阿斌在领奖前还被988电台 DJ 围攻，不停向他发问问题，阿斌当然有问必答。除了献唱两首歌曲《坏人》和《遗憾》，更在众目睽睽之下小鹿内裤。跟大家分享阿斌方炯斌的开运秘诀。哇！你是他唯一，除了感谢父母之外，阿斌特别强调要跟好友佩妮戴佩妮分享这份喜悦。他也透露接下来将与另一名好友黄启明合作，这是否意味着年少即将合体呢？很开心啊，因为是这个得这个奖，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奖项，那特别想要分享给很多很多的人，像戴佩妮，我觉得是他是一个以前是团体解散以后那重新出发，也是因为戴佩妮的帮助才可以重新就是签到陈子鸿老师，喜欢音乐的陈子鸿老师那边，然后才可以重新出发，才能够得到这个奖项，所以特别想要跟他分享，特别想要就是爸爸妈妈可以看得到我拿这个奖吧，对，然后希望他们在天上可以看到他就是儿子拿奖了，可以很骄傲很开心这样。跟阿明对有一些合作，但是那个合作的方式我觉得还是留待到时候大家去有作品出来的时候去看到吧，其实现在最好还是就是给大家一点神秘感比较好。也份参与10月23号买冰淇淋给你慈善演唱会，阿斌也在记者会上呼吁大家多多支持这项慈善活动。2010年10月23号，然后买冰淇淋给你的演唱会，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活动，然后一起来做爱心，然后我相信大家集合大家小小的力量，一定可以为很多弱势的朋友、需要帮助的朋友，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事情。那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活动。海索影娱乐最 live。